Roll。第一个问题，平常比较怕冷还是怕热？我超怕冷的，所以呢，发热衣就是我冬天必备的单品。我发热衣有各种颜色，而且是一大桶。那第二个问题，冬天出门喜欢怎么穿搭？我觉得冬天出门呢，我不想要让人家觉得我很好像冬天是发福变胖，所以我觉得要是在冬天可以穿着多层次的穿搭，然后还可以看起来很纤细的话呢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蛮重要的。所以比如说长版的夹克或是西装外套对我来说就非常重要。那你穿的很少也要保暖啊，所以这时候里面就要加发热衣，有的时候我就会加到两件。好，第三题，平常精神好、气色好的秘诀是什么？每天早起一杯温开水，然后尽量吃圆形的食物，就是食物的圆形这样。好，下一题，最喜欢什么颜色的穿搭？最喜欢黑灰白的穿搭。最后一题，要不要？好，你也行。这样不是最喜欢的歌，我可以像鬼吼鬼叫，没办法认真唱一首歌。你知道吗？还是可以帮我讲一句说，就是我推荐温厚的发热衣，好啊，基底发热衣。好。什么？向大家推荐温厚的基底发热衣，真的很保暖哦。好，谢谢。